你好，在问你问题之前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面前这台机器，这是最新的高科技测谎仪，屌炸天233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说的任何一句谎话，它都会用 B 来提示你。如果你觉得不介意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你可以先说几句谎来测试一下。最近天气不错，路况也挺好。我是个逗逼，我怎么可能是个逗逼？他不会撒谎的。好的。好了，现在你再说几句真实的话来试一试。啊，这个简单，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什么？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，说没谈过恋爱谁信啊？不是真的，他很权威，对不对？那样你的人生也太不完整了。你要像我一样，上过刀山，下过火海。和998是一个助理发生过关系，好吧，我没谈过恋爱。豪哥，我要的那文件发给我了吗？等会儿就发，等会儿就发。哎，好吧，我还没弄，我晚上回去就弄。啊，没事，不急，慢慢弄。我他妈快急死了，赶紧弄吧。其实呢，你的情况我都了解差不多了。那你对这个职位有什么需求呢？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也有一点，就是一个月月薪7、8千啊什么的，其实是月薪希望有2万，然后福利又高，然后还带薪休假，反正就是各种好了。以你的资质呢，我觉得这些要求都不过分。好吧，我们直接说，如果我能给你你想要的，你是不是愿意接受潜规则？开什么玩笑！当然不愿意。恭喜你被录用了。